中国科协在广东批准设立的第二间国家级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在珠海横琴揭牌，同期举行首批四个合作基地授牌及六个海外项目签约入驻。此次落地横琴将依托横琴的创新创业载体以及澳门高校及科研机构，分别设立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首批四个合作基地，共同构建多点布局跨境协同运营模式。未来横琴也将借助澳门中葡交流平台的优势，打造粤港澳创新高地及高水准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携手澳门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打造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支点。